你吗？如果不去尝试就不会回来冲刺啊。爱因斯坦举例他们也不总是赢，每次失败只是迈向成功的脚步声。你以为你在失败感到是游戏的一部分，科学和生活本质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从错误中学习，在魔力中生光，失败是阶梯，牢牢记在心上。别害怕尝试，这是科学的节奏，我们混合元素，内心毫无恐惧。你是书呆子没关系，我们改写规则，人生唯一的失败就是不忠于自己。尝试失败崛起，重复成功来自掌纹自己的双脚，书呆子力量全速前进，我们正在实现梦想。随着节拍我们点燃全队，有限制，保持真实不虚，科技即可星空里，我们在推动边界，发明未来，重新定义奋斗的界限。生活是一个假设，你的则是它，答案不清晰，但你总会摸索到真理。数据也许会乱，但那是学习的途径，失败是引擎燃烧的动力源。你以为你在失败感，那是游戏的一部分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从错误中学习，在魔力中生光，失败是阶梯，牢牢记在心上。别害怕尝试，这是科学的节奏，我们混合元素，内心毫无恐惧。你是书呆子没关系，我们改写规则，人生唯一的失败就是不忠于自己。尝试失败崛起，重复成功来自掌纹自己的双脚，书呆子力量全速前进，我们正在实现梦想。随着节拍我们点燃全队，一再起风城市，这不仅仅是潮流，我们是创新者，从不假装停留。世界在我们手中，星空在我们眼中，我们追逐每个梦想，天空无尽，永不止步。别害怕尝试，这是科学的节奏，我们混合元素，内心毫无恐惧。你是输败子没关系，我们改写规则，人生唯一的失败就是不忠于自己。尝试失败崛起，重复成功来自掌纹自己的双脚，输